超帅气的竹内良真带着戏剧作品《十三日旋风席台》，机场挤满约800多名粉丝接机，双帅亲切跟粉丝拍照，还不时放电，真的有够帅。戏剧作品《黑色止血前二》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，2000张门票全部卖光，今天来台接机粉丝爆炸，可见两人魅力无法挡。